好快，一圈啊，那公园就这么大啊。哎、欸，大兵今天有救灾吗？干，我不是救完了吗？帮忙立起来！看你俩，我扛得动吗？干你娘！完全扛不动，被骗了，洗个小手。完全扛不动啊！那个是还比较干，但是完全扶不动，超级重的，看起来好像还好，对不对？干，我出全力了呢，我至少出九成的力了，他连动一下都没动，超扯！再去外面洗澡台，怎么淹水啦？怎么办？好心疼他哦！明天去青菜乐园帮他投个50个的那个硬币，好心疼哦！要干几次？对我得起那3000？不是啊，现在也没人啊，现在感觉偷偷躲起来没人知道。你不说我不说，没人知道啊。看人武很远呢，骑过去感觉会超累呢。这样希望都以为你很没有续航力，被看没有对不对？如果，哈哈哈哈，冲冲冲冲冲！啊！我先看一下外面有没有下雨。冲啊，小G六！人五。夹一下，感觉啊，夹一下，停车嘛，对不对？我停车。干，你们感觉我没夹不会放我走了，烦死了。就20块，不要再啰里吧嗦了。有人来投呢，40块，80块，有人来投哎。看这沙小啦。看看枪位呢？啊，补贴20块，我算人很好了。有需要再打给我，我会帮你整理。但你看我骑到我手都皱掉了，叫他摆，去他家敲门，叫他来摆好不好？摆枪位给我夹，再20钱拿来。枪位要放掉，好，干，感觉枪位放掉，我骑来这里就没意义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再二十。这你妈夹得出来，操！这非拔不出。补贴40块啦，希望你家具可以那个。路上风大啊？没有啊，无风无雨啊，一点点雨啊，毛毛雨，没有风啊。520他说什么？看我看不到。卢哥来了，干什么啦？哎呦，又怎样的啦？打个台叽叽巴巴的。他说你28.6啊，再打30块，再打30块，换别台打。不是我10块快没了，还是里面有店员可以换钱？没人呢，半夜巡台竟然没人，干怎么这样子被你们这样随便忽悠就跑过来了？感觉夹一个送给那个呢，卢哥哎，这个要不要？拖把，这个，吹头发，嘣嘣嘣。
十乱了、哦，差不多啦。感觉今天也尽喝剩啊。干蛋雕呢？这确定要夹？纸内丢哎、欸。看我刚刚那精彩的出货没有拍到，哦，怎么这样子啊？看出货了呢，哦，为什么会断线啊？看我那精彩出货，哎，超可惜，超可惜，就这样断线啦、啊，完全在骗。我、哦、干，我刚差点出了，真的，我刚刚那个救急倒转，哎，看我刚刚真的差一点就出了，哦，你们都没看到，我最后一个十块投进去的时候，那个倒转，超可惜的。哦，好累哦。这样有开心吗？开心。车头灯亮哦，市长平安到家了，很安全啦、啊。哦，拜托，我们是安城家属哎。喂，没有洗澡环节，没下雨啦，洗什么澡啦？一千，请你大声唱《来去高雄》啊。我们谁要玩？